地上耶！哇，你穿这个塑封气动裤的效果很好哎，不仅小腹不见了，屁股还变翘了。有吗？哎，广告说它的 3D 立体编织技术可以雕塑身形，好像是真的耶。而且啊，它虽然是紧身裤，但是穿起来很凉，这么热的夏天都穿得住哎。那下次就转拍推广片。真的吗？我这美腿可以。啊，瑟雨，哦，我一直忘记给你，来这个。你上次啊，不是说你妈妈卖早餐站一整天容易腿酸吗？这个给你，它的膝盖处有 X 织法，还有现在最流行的石墨烯材质，可以舒缓腿部和膝盖的不适感哦。算是我们秘书室借花献佛孝敬姚妈妈。谢谢姐。嗯。可是我妈身材没有你们这么好，她应该穿不下了。No no no。还好这件塑封气动裤不分尺寸，大家都可以穿哟。原来我们家炫宇弟弟这么细心哦。来，告诉姐姐，你在公司里面有没有喜欢的对象啊？哎，上次会计部有一个妹妹一直打听你的消息，要不要帮你？Sophia，既然你这么爱配对的话，那下次总经理相亲，我就继续派你上场喽。哦，那就不用了。你去珍惜希望，出发过来，你管我们之间推着我来。